我能做成花式棉花糖。不要以为你上次视频点赞比老板高，你就随便吹牛。你别不信啊，这期视频要是比老板的点赞高，别说花式棉花糖了，花式棒棒糖我都能做。那离过期就两个小时了，你能来得及吗？放心啊，你说快点。每天一道家常菜，花式棉花糖很哇塞。今天呢，我就要让同事们见识一下什么叫花式的棉花糖。视频的结尾呢有详细的菜谱，记得点赞收藏啊。棉花糖脆脆，刚出炉的棉花糖脆脆，哇哇，好吃吗？还有下一道。哎，我就给了你那么几包，你哪来那么多棉花糖做美食啊？什么？你那一包肯定是不够的，其他的棉花糖是我在淘宝特价版 APP 上面买的，上面的东西不仅便宜，不用拼这个顶上也好，还有这买贵必赔通道，像这饮料啊、零食啊，几块钱起就能包邮到家，买到手啊都是超低价，买贵了上面还赔给你呢，点击左下角的链接就可以下载了。哦，那你赶紧去下一道吧。好，马上。好，棉花糖来找。哇，好香啊！你说还有没有啊？当然还有啊，棉花糖雪花。棉花糖的雪花送来了。哇、啊、上面还有更好吃的呢，棉花糖冰淇淋。2 moments later。棉花糖出来了。你说我真的是征服你了。服了吧？下期还想看民宿做什么花式的美食，记得评论区里告诉我。民宿，你刚刚不是说做什么花式棒棒糖吗？只要这个视频啊点赞